啊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不错啊。九次有，倒出来七。石头剪刀布，来，快点！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推不下去。刚刚出去了好不好？轻吗？嗯。轻到一点。哇，妈，为什么？我推不下去了。像一块肥肉，其实还不错。嗯，真假的？真的。来，默默。不，毕竟来了嘛。不，要体验一下。不要啊！不要。你这个，你这不行。我估计是币就过去了。我估计你的这个快被你泡死了。你走开！我要吃一个熟一点的，过一过。就过去了，对，这个触手是没有，默默给扔掉三，哎，很乖哦，那么你呢？很乖哦，开心，那么我也来一块吧 ，OK。由于补给取消，成员们的午餐只能从海鲜全家福降级为铁板烤鱿鱼。不过穷途末路不只有无奈，时常还会有惊喜。哦，真的，我居然还被男的就搭讪了，然后还是要请我吃饭，但是我没有去。等待的过程总是艰辛而幸福的。总结。吃鱿鱼。我们把它扒开一下。这鱿鱼和肉哎，这可以生着吃的吧？不行。不行。要煮开。拿出来的黑毛猪。不容易耶，居然说对了一个词哎，而且铿锵有力。什么有力？为什么这个词会用在这里了？啊，真好吃。鱿鱼也好吃。由于资金所剩无几，最后一项寻找济州岛石头的任务只能等到第二天完成了。而此时济州岛的夜生活也悄然上演，在市区的街道可以看到各色街头表演，其中不乏见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演出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足迹景点任务，寻找济州岛两样石头。那关于石头的地方在哪儿啊？哎，昨天那个什么文官武官的山吗？那个地方那个应该也算火山石。看这个呢，叫石头爷爷。哦，石头爷爷我们说的守护神啦，就是一个村庄的。但是它其实是有两个的。你看它这边呢是右手在下面，代表文官。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左手在上面，是代表武官的。对对对，这是在上面。这个就相对于另外一个来说啊，是一个相对。然后呢，摸摸它的肚子是可以发财的。哦。摸一摸。然后呢？如果这帮见钱就眼开的，真的，你不要摸，一会儿不要碰啊！你千万别碰啊！那就会说明以后会生小男孩了。然后摸耳朵的话会生女孩。啊，就摸摸耳朵啦。好啦，还是摸一摸肚子吧。我觉得我要尊重自己的母亲。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哎呀，好啦。那我们先去问一下，他要过来这边，然后从这儿到这儿，我们问一下路人吧。许佳琪派你个国际交流大使。哎呀，快，前面那个，快！哎呀，这怎么问？怎么？比如说我们从这儿要去这儿，对，坐什么车？这儿就这一坨，去吧，去吧，加油！加油！你关一下。哎呦，看许佳琪，这儿。完，最后什么都不知道。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
他说 ，You look it， 哎 ，You look it， 哎 ，You look it，You look it。哦，真的很详细耶。走吧，跟着我，你好聪明哦。今天的任务资金来源要求成员们必须完成一动一静两个考验，首先就是疯狂摩托顶。就趁它半凝固状态的时候，对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捏出来，就好了。玉米粥，你们有喝过那种圆片片的玉米粥的感觉？啊，有。这样子就可以看出来我才是一个有料理天赋的人。还没有好吧 ？OK， 好吧。啊，我这绝对是锅的问题，才不是。哇，好像把它吃掉了。有一种挤奶油的感觉。哦，默默，你跟我交换一下呗。不要，借我一点。No。他们去了。啊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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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哎呀，你这个人口红，不要，我的都凝固了，已经挤不出来。哎呀，我的这个好脏啊！你这个没有用，给你打散了还是？哎，别动别动，给你打散了都是一样的。你打他就是在打我，等它等下面那一层凝固一点了之后再涂上面就不会散了。还可以做三个颜色，就做一层黑的，黑的凝固之后放一层白的，白的之后凝固之后再放一层黑的。 Which is the best? Cool. Which one? 我猜他是Which 我喜欢你。怎么样，太棒了吧。因为你们的贷款金额是每个人本来可以补给每个人200块钱，现在只有一个人合作，所以你怎么会没合格呢？你的是优秀。没呀，我问的是他哪一个觉得最好，结果被导演坑了。其实我们三个都合格了。不，我说我们两个合格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优秀啊。你不优秀啊。导演就是一个随时想着说怎么坑你一把的，以后要反坑一下。千辛万苦啊，真的费劲。你知道现在在哪吗？在这么久，这么久的车，在济州岛。你刚刚不说在地球上呢？啊，我现在要找石头是吧？所以我就查了一下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了？哦，哎，果子，这个果子，那是什么果子？对啊，你看还开，你看还爆炸了呢。16。小石榴，才不是你们家的石榴长这样，啊，你在逗我吗？开的，反正我这么努力的，好了好了。石头的话，这边呢，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柱状带公园。柱状带公园啊，对，我现在不给你们说是哪三个字，来猜一下哪三个字。柱子的柱，形状的状，袋子的袋。哦，太没反应了。我们拍一个我们飞舞的秀发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，找到了吗？哎，你不见了，你不见了，你转出去了，你很傻呀。好像有看到哎。
这个是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看沿这边的一圈，哎，你看那边也很奇怪，为什么那样？状态特别像那个蜂巢。我觉得奇怪的是，就是海水一直冲刷嘛，按道理说它如果棱角的话，是会应该会磨得比较圆的。哇，这个很棒哎！快快快啊！叫这种感觉飘逸吗？来，现在飘逸吗？小心我手机拍掉，小心掉下去，完蛋了！要那种风的感觉啊！一二三，寻找石头，其实就看到了很多自然景观方面的东西啊，然后就对大自然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吧。我觉得这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可以多留心自己周边的事物吧。你喝什么？这不喝什么呢？确定了吗？我想要咖啡里加薏米。那我就随便给你按了一个咖啡了。来，你看奶味最强，好，就这个。你确定？吓人！你像卡普罗之类的。哎，不错。哎有。哎，不错哦。我选的第几个来着？这个奶味最强。啊，对，我懂，我认识。可以混搭一个别的款式啊。要不先喝一口吧？哎呀，忘记先喝一口这什么了。不行，那要按你这样的话，你就随便喝了，续杯的。还有你这种续。先喝一口再放里，然后再喝一口再放。我加了薏米粉。加了绵糖吗？加了。加一勺还是几勺？你看一下。多少粉想加呢？加一点。哎呦，徐佳琪，我感觉你的。你的许氏大杂烩应该可以喝了，我就喜欢大杂烩。 OK， 我也好了。你知道吗，徐佳琪，现在你看夕阳，海滩，还有大海，我特别想给你配上一曲歌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美人。对，就是像你现在这种小资的感觉开始了。最美不过夕阳红。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，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。保持一份平和，保持一份清醒，享受每一刻的感觉，欣赏每一处的风景，让心灵去旅行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扫描屏幕右方的二维码，关注 SNH48 娱乐号和小 V 看世界的微信公众号，更多独家内容和精彩花絮在等着你哦。